各位好，我是赵军，这里是赵军日记。作为一个九九六的精致男人，每天起床到出门的二十分钟弥足珍贵，我每天都会花三十秒留给剃须。 对，三十秒不能再多了。对于一个每天都要用到的工具——剃须刀，我只有六个要求：干净、舒适、高效、简单、别太贵、好看点儿。所以我现在用的是飞利浦 S 一千系列的 S 幺幺零八这一款。好吧，我刚才说到的六点当中，最后一个提到的是好看点儿，但其实选择这款剃须刀还是从它的颜值开始的。 这款飞利浦的 S 幺幺零八的造型很时尚，细磨砂透明外壳下方可以看到一些机械结构若隐若现，红色的构件和指示灯非常年轻化，整机的重量很轻，握质感很舒适，看到就喜欢，感觉可以迅速的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剃须刀当然不是用来看的，好不好？要看正事儿干的怎么样。 S 幺幺零八属于静剃系列，使用的是风驰切剃系统。我们来好好看一下这个系统啊，要把胡子刮干净，要做到四点：贴合度、胡茬的捕捉方式、刀片的切剃方式和更薄的刀盖。飞利浦的 S 幺幺零八的三个刀头呢，都可以进行三十度的自动调整，可以很好的贴合这个下巴的凸凹轮廓。 刀盖上有很多弧形的凹槽，可以把胡茬梳理导流到当中。凹槽的宽度也经过精心的计算，这些凹槽还具有弧线。当胡须位于凹槽的弧线的位置时呢，更容易被切剃。这个系列的刀盖厚度很薄，更容易剃干净胡须。 左右往复式的剃须刀也是常见的结构，很多采用的是超声波线性马达，速度很快，所以产生的震动很强，同时噪音也很大。和旋转式剃须刀安静的剃须体验相比呢，那还是旋转式的剃须刀用着更舒服。 剃须刀的效率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剃须时是否需要不断的进行往复剃须的动作。好的剃须刀呢，一次的剃净率就很高。对于旋转式的剃须刀而言，提升转速是最直接的方案。S1108 的刀头旋转的速度每分钟是两千一百转，更快的转速意味着更快完成剃须。 以前我不太喜欢用电动剃须刀的原因是清洁很麻烦，打开之后呢，要小心翼翼的用刷子去清理。当然，现在就完全不用这样做了，只需要打开，然后用水洗，就这么简单。S 幺幺零八属于飞利浦入门款的 S 一千系列，价格不贵。作为机身唯一的耗材就是刀头。 和手动刮胡刀一年用几个刀片不一样，那剃须刀的这个刀头呢，是在剃须的过程当中一边剃须一边打磨，时刻保持锋利，所以刀头基本上是两年一换，每个刀头一百多块，非常实惠。所以作为一个每天都在争分夺秒的都市男青年，不希望每天的剃须成为你的负担，而是一种享受。飞利浦 S 幺幺零八是一款时刻为你就绪。 动力强劲的剃须颜值担当，我是赵军，这里是赵军日记。如果你对于这款产品很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疑问，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如果你也觉得这期内容对于你有帮助，求关注、求转发、收藏、点赞、弹幕走一波，这对我非常重要。